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面前，人类啊，始终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。我们认为啊，主张脱钩不是一张好的药方。面对疫情冲击啊，各国应该加强团结，加强合作，协调政策立场，维护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的稳定，防止世界啊经济陷入衰退，而不应以邻为壑、封闭孤立，更不能把疫情问题政治化、抹黑指责，鼓动啊搞对立。